哈比丁一名独居男子去年因为中风，生活起居都受到影响。关于原赖清美接到个案的通报了后，会同立委陈秀宝服务团队前往慰问关心。何必在地加固行头家真大心哦，搁直接哦关进一组并成组协助改善腰细男子的生活品质。何必一名独居男子因为中风关系无多趁钱，就连本来简单的洗身躯、上厕所等生活小事，即马对伊来讲拢真歹完成，所以前一阵啊，伊常常想袂开。要洗身躯哦，爱电话怎啊洗身躯啦？开几万啊？哦，有拿手拗袂起啊，要穿衫哦，都足难的。唔知想袂开。关于王乐清美接到个案通报，甲李伟陈秀宝服务团队里长、社会处甲卫生局等人，前往姚姓男子的厝内方式慰问。啊，咱今日看到讲吼，伊安尼吼困伫涂骹吼，啊手脚阁不方便吼，啊所以咱今日有迄个陈秀宝服务处过来斗三工，啊阁咱里长，啊阁有只组织吼，啊上重要就是咱八大家具阁有要上眠床来互伊困，啊相信后眠床吼，伊要坐起来要爬。起来吼，一定是较方便的吼，啊，较袂讲安尼造成伊搁跋一倒安尼吼。啊，我拍一袋好无？好啦，一袋，还是两袋哦。姚姓男子房间内底，敢若一张碰床，因为中风的关系，常常拢爬袂起来。何美在地一间家具行头家，听到消息了后，就马上送一组全新的眠床架甲碰床来予伊。伊咱嘛毋知影讲伫这遮个一个，吼，这咱。较咱长辈讲，连眠床都无啦，哦，啊，咱感觉讲这张眠床无啥啦，哦，尽咱能力来甲援助。不过，人会收到眠床的人，逐天暗时就会当安稳，有一张眠床会当好啊来困。社会处人员表示，除了目前每个月5,065元的生长补助以外，也协助申请生长托用的资格。等在星期当中，卫生局这部分也协助居家洗身躯甲用餐的服务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